看起来很厉害，看起来厉害，气氛不错。刚好旁边有田地。我干的，我也要干的。僵尸炒大肠100，再一个野莲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。板条的客家话怎么讲？板呢，可以很相似。哦。板呢？板呢？可以和客家话很相像。谢谢。哇，这边的这个油葱酥。有够香，哎、欸，他们有没有在卖、啊、这个油葱酥？你问他的话，应该会有。哦。真的，美浓的油葱酥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啊。有够强。高丽菜风这个算经典，这卤到整个很软烂。它都是切一块一块的，这样整块下去的。嗯。老实说，它已经根本不用咬了。我们这样320，可以啊。它就有僵尸炒大肠100，对啊，100块啊。你如果是店面的，至少200吧。他会去炒这种导播啊，国语我不知道怎么讲，豆腐。他这间店的位置很有美浓的感觉，就在这个田地的旁边而已。这种的我喜欢。
像一些乡下的地方啊，酱料类很多都会用这种玻璃瓶，啊，或者是我们市区有些也都是会这样用老店啊。然后你会发现玻璃瓶的味道都很不错。对啊，以前阿嬷家附近，他们都有那种一瓮。对，你从那边经过，你就会闻到那个酱油跟酱油膏的香气。对，可是现在的酱油，有些大多数都是化学。因为为了要加快啊，你等它慢慢自然发酵太久了，遵循古法会变成说你花了很多时间，但你可能变亏钱，利润不好。所以才会现在有很多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吃店啊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口味变了。口味变了其实不是说他们做法变，而是说可能他们的这一些酱料啊，这些 原物料的供应商已经变了。下次可以骑车去阿莲呢，带大家去买那个破布子。哦，那配粥不错。阿美浓这边有很多一些退休的老师，公家机关的。有些会在这边买地自己盖啊，在这边算养老啊。美浓这个地方养老很适合，空气好。你从市区再来这里，你去闻那个空气，吸进去的那个感觉不一样。骑车来最方便，你看我们这样很好停车。像这里如果开车也不好停，不好停啊，因为旁边是田地，那外面是马路，对啊，没地方停。骑车真的是最方便。像我们现在这种行脚节目，有时候骑车是会比较狼狈一点，但是在特定的一些地方真的会方便很多。没错，尤其因为我们跑的地方都是比较整卡收窄。对啊，刚才那个清兵我真的不得不讲，真的是厉害，太强，那个有趣真的是必吃啊。卫生纸有吗？旁边，旁边这里啊。